我们为传播福音、成全圣徒和救赎死者所做的一切努力，都是为了神圣的圣殿。这是因为圣殿的教义极其重要，没有这些教义，我们就不能回到神的面前。我鼓励每位教友配称地前往圣殿，或朝着进入神圣屋宇、接受教义和圣约的目标而加以努力。